都是这些，我也看不懂是什么。吉他，吉他，对，这个是这个，不是，这应该是某个叉。这什么吸管吗？那吸管，铁的铁的，来来就选吧，直接选吧。张一凡，你要什么？我要这个吧。来，给你递上。谢谢陛下。一凡，你那个会不会是采耳的？你别说，我有点慌张。真的有可能啊。那我拿这个三叉戟。你要这个小铲子。我猜这应该是那种大勺之类的。我是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。就是。我看到我的那。真的是三叉戟。看吧。我九指的，真的不行。弹吉他的怎么弹吉他？哇，就是这个。那我是这个，我是这个。哇！哎，我这个不是这个吧？我猜这应该是那种大勺之类的，大勺、大勺、大勺之类的。是你。有我这个在，你们还吃得到啥？我这一勺子快！哎，张一凡，张一凡！你看减肥了，一凡，张一凡，张一凡，海尔，海尔，刘山雷乌鸦嘴啊！哇，好正常啊，我的。哎，我这还可以，我的很好哎。我要开始啦！哎呀，我就很优雅了啊。那怎么吹啊？我可以啊，没有这么难。心莲，你怎么吃呢？你知道这个有个故事，就是在地狱和天堂，他们都是拿这样子很长很长的勺子吃饭的。地狱里面的人为什么都痛苦？因为他们自己喂不到自己。但是天堂人吃得很丰盛，因为他们都给对方喂。来，所以来，所以哎，谢谢。哈哈，这要怎么下口？哎，是不是？就是团队协作。没人吃我们自己做的蛋糕，没人感动。我也想吃我们的蛋糕啊，里面它有草莓啊。来，我三叉戟先给你们大家切一块。哎，你看我这个真的很方便。那你给我一口，一杯，一杯，一杯，给我一杯。不行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好可怕。可以，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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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塞进去，塞进去。你不可以啊！不可以啊！孩子够不够？孩子够不够？再多来点。孩子够不够？孩子。孩子够不够？嗯，哇，今天我们甜甜的结束了这美好的一天。从白天的那个咸不拉几到晚上的甜不拉几，我们体验了人生中的可盐可甜。没错，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极致。一二三，一堂定律是真的。这个勺子很大也是真的。